Abroad Saturator 是 Waves 公司推出的一款饱和度效果插件，专为模拟 Abroad Studios 中经典设备的音色而设计。这个插件的灵感来自于 The Beatles 等艺术家在 Abroad Studios 录制时使用的饱和度处理。以下是该插件的一些主要特点。Abroad Studios 模拟 Abroad Saturator 插件致力于模拟 Abroad Studios 中使用的经典饱和度处理，提供了那个时代特有的音色和韵味。多种饱和度类型，该插件提供了多种不同类型的饱和度，包括磁带、变压器和管道等，以便用户选择适合其音乐风格的音色。控制参数，用户可以调整饱和度的强度、混响比例和输出增益等参数，以精确塑造音频信号的饱和度效果。直观的用户界面，插件设计简单直观，使混音师能够轻松理解和操作各个参数，快速实现所需的饱和度处理。灵活的应用，Abroad Saturator 可以用于各种声音源，包括单声道、立体声轨道和总线，为用户提供在混音过程中增加温暖和色彩的选项。总体而言，Abroad Saturator 插件为混音师提供了一种模拟经典饱和度处理的方式，让他们能够在数字音频工作站中为音频信号添加独特的色彩和特性。通过模拟这个著名录音室中使用的处理方法，插件为用户提供了创造性的改善和定制音频的机会。